Pay Forward 跟 Giving Back 是不同的，因为 Pay Back 你可以觉得你好像拿到什么东西，你 Pay Forward 的时候，你不需要去拿任何东西，你可以 Pay Forward。喜欢车子，从小到大，那我就是一直喜欢玩车子，然后我接触越来越多玩车子的人，然后呢，慢慢就把整个 community 就组合起来。这些人跟我们素未平生，然后呢，每个人来这边都要花他们的时间，然后跟 time， 然后去做这个活动。为什么呢？这因为他们有心想去做。那人的心是买不到的，是他要相信你才会拿到这个心。那这个是他们秀给我们看，说 we believe in you， 我相信你，我 trust 你，我们把这一大一起把它做好。所以 Pures 本身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车子的俱乐部，很多人讲是车子俱乐部，其实它已经不是，它已经是自己一个 organic 一个非常 organic 的一个 entity， 它自己在 grow 它自己。